云林西螺广福宫老大妈国道绕境已经连续举办第十一年了。今年起驾仪式在上午的九点在西螺服务区北站展开，由云林县长张立善以及与会贵宾一起接驾，祈求妈祖出巡后用路人会更安心也更安全。而妈祖銮轿将继续前往关西西湖服务区等，最后再回到西螺服务区的北站驻驾安坐。即日起到三月三十一号，也欢迎民众前往参拜祈福。